那时候正在做一个 snowball， 先把它冰踩碎，加急。来，打开给我看一下。哇哦，好像在卖的刨冰啊，钻石冰。好了，好，赶快做吧。哦，碎掉了。啊？这两颗哦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放在车顶上。这是刚刚新买的做 snowboard 的，那就很高兴。他已经做了几颗在那边了。是，哇，好圆啊！不错，我们放在车顶上好不好？好。哦，等一下给它开开，让它滚碎掉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有一颗，看到没有？他是说他做的 snowboard， 这小子很高兴哦。你买一个绿色的做 snowboard 的，说超级高兴的。刚刚已经上完 level 3的课了。这边吧，这里白白的，来这边。